的话，快点分手。再怎么疯也要有个限度。我喜欢泰金，我会跟他好好过下去，用尽所有的方法。原来你的目标是我老公吗？你老公这种垃圾，我连看都不想看。到时候你就会变成我的大嫂，知道吗？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戒指，你会接受吧？你为什么想要偷走这戒指？我问你为什么？快回答我，不先知。这戒指是不是会长给我母亲的？我是来确认这件事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幸福泡菜店》。